我自己認知就有別於而家香港一般搞的演唱會的模式啦。咁即係我哋會就係用一個琴去貫，同埋人聲琴聲去貫穿咁樣啦。無論你喜歡誰，請你記住留下給我這位置，時常在內心一隅空出幾寸，為我堅持同道伴手，亦有張椅子，是否愛還是其次，只想你依然，亦想擔起我不是任你主。